要农历新年了，去庙里拜拜。去完了那家就去下一家。吃完后去喝咖啡，再拍看接纳的半天。2022年一月第三支疫苗。Tarik nafas, hembus. Saya masuk ke sini. Tarik nafas. 开箱这个 LNZ Cap Grip， 来自深圳公司的。好像相机的手柄这样很好拿，可以把电话夹着，下面还有三脚架的口，方便安装。电池是使用 CR2016。 长安开机链接和电话蓝牙，链接成后可以直接按下快门拍照或者录视频，也可以远程控制手机10米。